光光是一瓶化妆水，具有手尖式、圆圈式、剪刀法、保鲜膜法四种方法来涂抹，然后再是保湿乳液、隔离霜、防晒霜，一共四到五层。肌肤在这样的呵护下，难怪已过四十的年龄还是如此吹弹欲破。比如今天作为特别嘉宾的陈法蓉，单位跟我说他们喜欢我穿一些白色的衣服，比较颜色淡一点的衣服，所以我就挑了这一身打扮，有一点罗马的感觉，我自己非常的喜欢。我喜欢防晒到高，防斑的护肤品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个潜水的教练，所以呢，对于美白是特别特别的留意的一环，觉得如果能够有防晒到高，然后呢又很水润的话，就让我更放心去享受那个潜水的活动。看来除了拥有正确的护肤手法，还必须得聪明的选择好正确的护肤产品。陈法蓉说她还定期去美容院做脸。其实明星美丽肌肤漂亮脸都是需要花时间去做出来的，以时间为代价，金钱为基础，如果你努力，你也可以拥有一张明星脸。